早醒来第一个想到你，我没有很想你，只是偶尔会翻阅你的短讯。我没有很想你，只是把自己关在角落里签名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请你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咯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所有的歌迷朋友在现场呢，都可以买到不同版。